有什么话快说，特派员。我昨天在走廊里看见顾双菊和苏机组的夏雨竹慌慌张张的朝天宣誓的方向走。什么时候？4点到4点半之间。你不是说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们确实走了，没回来。特派员，我亲眼所见，走廊里的人就是顾双菊和夏雨竹。 把夏雨竹给我叫进来。是。王姐好。早啊，雨竹，昨天电影好看吗？啊，挺好看的，谢谢王姐。不客气，王姐，请你吃橘子，谢谢。 你说是不是飞行将军啊？是啊，嗯，那部电影简直太神奇了，我也看了，里面居然可以听见人说话的声音，还有飞机的声音，就连外国女人的浪笑也听得一清二楚。是吗？那么神奇？嗯。夏雨竹，跟我走一趟。出什么事了？例行问话，夏雨竹，快点。 夏雨竹，昨天有人看见你和顾双菊偷偷进了电讯室，干什么去了？小菊，我闭嘴！我问你了吗？我们没去电讯室。那去哪儿了？ 我有东西落在办公室了，让双菊陪我去取。你们这对好姐妹，一点默契都没有。一个说直接从院子里走了，一个说落东西回去取。我要不要给你们点时间，让你们对对口供啊？ 赶紧招了！劝你们一句，赶紧招！要不，我就不客气了。夏雨竹，你知道我的手段。特派员，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跟我家小姐没有关系。 你胡说什么呢？姐妹情深，真令人感动。这样吧，你们招供，我保证不为难你们，但前提是要毫无保留。怎么样？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我昨天明明是咱们俩商量好的，你干嘛都揽到自己身上？你干嘛都揽到自己身上啊？一个一个说。夏雨竹，你说。我们确实利用上班的时间去看电影，主意是我出的，你想怎么惩罚都可以。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问你给共产党发报的事儿，犯什么报？昨天4点到4点半，你为什么要去电讯室？我没去电讯室，我们回苏机组办公室了。我当时把电影票落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电影快开场了，所以我们才急急忙忙的。双菊，是怕利用上班时间看电影会挨骂，所以没敢说是跟我回去取电影票的，都是我鼓动双菊的。编，接着编。 我说的都是实话，这是电影票，票根上写着呢，4点半开始。
去看电影了。好，那你跟我讲讲这个电影讲的什么内容啊？这个电影可神奇了，是有声音的。你不要说了，你说。说。 这个电影能听到里边的人说话的声音。从电影开场开始说。开场，电影的开场，有一架飞机飞了过来。 能听到飞机的声音，轰隆隆的。我怎么没看过？我怎么没看过？刚才真是吓死我！ 我也是，小姐，我刚才差点就……陈得到这个人太阴险了。哎，你怎么知道的？什么时候去看电影了？我们电讯组有几个同事昨天也看了这个电影，今天一上班，他们就在办公室里边叽叽喳喳聊得可开心了，我就听着了。我的双菊啊，真聪明。 这陈特派员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会不会是在抓内鬼，脱不开身呢？你说我们这真的会有内鬼吗？我看未必。上次说打死了任志远，闹得沸沸扬扬，南京的嘉奖令都到了，最后怎么样呢？丢人呢？ 这次又说破获了什么共产党的迷电，要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可是又没有如愿。接二连三的失利，他总得找个台阶下吧。嗯。陈特派员想干大事，想立竿见影，本身没有错。发力太猛，适得其反。没错。而且我发现这个人吧，爱出风头，能力不大。 排场还不小。主任，您这话说到这儿了，我最近可是听说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我们上海办事处让一个小丑当了家，他说王东，没有人敢说往西。再说了，我们办事处的车本来就不多，他一个人占了好几辆。上次您去市党部开会，最后是叫的黄包车吧。 党部那边让咱们去汇报抓捕共党失利的原因，我本想替他说几句，现在看来，让他自己去擦屁股吧。不等了，开会。进。特派员，内鬼抓到了。是谁？后勤股的吴海成。能肯定吗？此人嗜赌成性。
为了还赌债，他千方百计地窃取情报，卖给需要的人。据他交代，他曾多次进入电讯室，利用电台和买家联系。要钱不要命的蠢货，这次的事情他也认了？还没有，他说这次泄密跟他没关系，可我觉得十有八九就是他。我不管他认不认，反正就是他了。把这件事给我做实，拿口供，明白吗？明白。快。是。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啊，这段时间迟到早退的现象十分严重，居然下午四点多在办公室就找不见人了，这像话吗？你们在这里工作是为了党国，不是来享福的。从今天开始，严格执行工作纪律，谁要是迟到早退，严惩不贷。哟，陈特派员，我就要散会了，来得挺是时候啊。这几天为了查内鬼，忙的是焦头烂额呀。那可真是辛苦你了。都是应该的嘛。对了，党部那边一直想知道为什么咱们抓捕共党的任务老是失败。我觉得在这件事上陈特派员最有发言权，要不你亲自去汇报一下。没错，我不仅最有发言权，我还最深得体会。我在外面拼了命地抓共产党，可偏偏咱们内部不干净，我就是再有能力，行动也不可能成功啊。陈特派员，照你这么说，那这个内鬼应该是越早抓住越好，否则你老是受这些不白之冤，真的是太委屈了。托你宋副主任的福，内鬼已经有眉目了。王主任，请您过目。没错，他已经招供了，前后两次对共产党任志远抓捕行动都是他泄的密。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误党误国呀。这可真是要恭喜陈特派员了，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啊。抓到了内鬼，也好向党部交差了。啊，对了，孟主任，去党部汇报的时候，我想带一名下属同去。虽然这次行动失败了，但是他破获了共党的密电，也算有功之人。这个自然。散会。陈特派员，既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那么我希望你们党务调查科上海办事处能为党国再立行功。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处长，这是刚刚草拟好的稳定物价的新闻稿，您过目一下，我马上发给各大报社，明天必须见报。啊，你稍等一会儿。顾小姐啊，你是个人才啊，刚从徐恩曾的无线电学校毕业，就破获了共党的密电，后生可畏啊，好好跟着特派员干，保你前途无量。是。回答长官的话，大声点。是。嗯，程碧姐，顾双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大家是革命同志，什么姐呀妹呀，称呼职务。肖委员。对，革命同志是革了别人命的同志吧。肖委员，你真会说笑。处长，这稿子我给您放办公桌上，您抽空看看。特派员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先回去了。上车吧，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顾双菊，这是命令，上车。坐前面。
顾小姐，如果这次没有你，我就不可能获得共产党在淮安饭店接头的情报。你是我的功臣。我只是做好我的本分而已。说得好，要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做好自己的本分，还愁灭不了共产党吗？我知道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你对我有看法，甚至很反感。我过去确实做了一些荒唐的事儿，现在我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太可笑了。夏恒轩，跟我无冤无仇，我何必呢？那就是一个荒唐的时期，很多事情我也是身不由己。你是不知道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做事太认真。就拿现在来说吧，整个上海办事处就属我最忙，其他的人呢，要不然躲清闲，要不然等着看我的笑话，我的压力很大。我到了，就停这儿吧。顾小姐，和你说这些并不是想解释什么，只是希望你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当中。我会努力工作的，谢谢特派员。干嘛呀？一大早唉声叹气的。今天又没买到米，米店里全是人，挤都没挤进去。而且米价已经涨到20块钱一担了。今天没买着就明天买，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将军吃早饭了吗？我在厨房吃过了。我看啊，双菊以后就挨着跟我们一起吃早饭吧。陈德道不是说了吗？都是革命同志，分什么尊卑呀？程碧姐，怎么了？你不知道吧？陈德道对双菊很是赏识呢，都带她到党部汇报工作了。我，程碧姐，双菊肯定是有苦衷的，她肯定是迫不得已的。有什么苦衷，都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陈德道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小姐的事。好好的发什么誓啊？好了，我吃好了。小西，让司机备车吧。哎，知道了。又哭了。程碧姐是好意吗？都是我不好。小姐，你不会怪我吧？当然不会了。不过你自己确实要小心一点。陈德道那个人没有一句实话，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给蒙蔽了。嗯。双菊，你看这是什么？电影票。上次啊，咱们俩没看上，今天咱们补上。下班了，我去找你。嗯。华北最近闹饥荒，上海好像多了很多乞丐。小姐啊，请进。哎，快走快走快走，你不能给他们快走。为什么不能给啊？他们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也许给他们一个铜板就能救他们一命了。小姐，你不知道，这些穷人最可恨了，你给了一个就会有一堆人都围上来，到时候就走不了了。他们跟我爹娘一样，都是贪得无厌的人。
双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不应该瞧不起他们，他们虽然穷，但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值得被尊重的。哎，小姐，给点吃的吧，小姐。好。行行，快点，小姐。来，小姐，请给点吃的吧，小姐。给你。都去买点吃的吧。可以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小姐，可以了。给你。他们知道你给了钱，一堆人都会围上来的。快走吧。那我先走了。今天要加班，你不知道吗？加班？特派员从南京申请了一部大功率电台，今天晚上所有人都要留下来帮忙调试。顾小姐，忙忙忙忙忙，晚上有事儿？我不要紧。有事先走，我特聘。我没事，我可以留下来。怎么突然又加班了？那好吧，那我只能自己去看电影了。小姐，上次为什么不告而别啊？我当时走得匆忙，天还没有亮，我估计你还在休息。那你也可以写张字条告诉我一声啊。会给你找麻烦。那你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我是专程来给你还手绢的。雨珠，我是专程来向你表达谢意的。谢谢你，玉珠，救了我两次，特别是华安饭店那次，你发来的消息至关重要。你知道是我？当然，我知道你当时冒了极大的风险。其实那是双菊帮忙发的，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不想让你被陈德刀抓住。玉珠，你知道吗？你不仅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另外一位同志，你真的很了不起。其实我也没做什么。不，你保护了我们一位极为重要的同志。如果不是你发来消息，我和这位同志呢就会陷入险境，甚至危及生命。我救了你们的命。对，你救了我们的命。一个这么简单的消息就可以救一个人的命？这不是一条简单的消息，这是一条关乎性命的情报。可是在我
我印象中，你们的工作不是这样的。那是怎么样？在武汉的时候，我哥哥跟你们在一起，那时候他就写写文章，开开会。你们现在的工作好像变得很危险，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现在和那个时候不同了，我们有我们的纪律，我不能告诉你我在做什么。但是革命不只有浪漫，也很残酷。更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玉珠，不要总怀疑自己。其实，你比你想象中的要强大的多。你的伤好点了吗？嗯，多亏你缝得好，早就痊愈了。刚才那个电影，男主角在密室里救出春梅的那一幕，实在是太感人了。但也很伤感。为什么？春梅虽然被救出来了，但其实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的独立。可是，春梅最后还是遇到了自己的爱人，并且能与其相守，这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爱情并不是女性生活的全部，女性应该有更精彩的人生。女性应该独立，像程璧姐那样。玉珠啊，你不用模仿别人，你只要努力做好自己就够了。站住！别跑！站住！你没事吧？站住！我看看。哎呦，我送你去医院吧。不用了。你伤得这么厉害，我去医院包扎一下会感染的。我包车。这段时间不能沾水，一定要避免感染。你说话怎么像大夫一样？很多时候条件艰苦，受了伤就要自己想办法，也算是半个大夫。你就住在这儿？对。来，喝点水。谢谢。你住在这印刷厂里，外面机器声音这么大，你能睡得着吗？这轰鸣的机器声就像催眠机一样，失眠的人到我这儿来，保证能睡个好觉。世元，我朋友，有什么事说吧。啊，你好。你好。这个，你来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上报纸，都泛黄了，你还留着它？时光让有些东西面目全非，但也让有些东西愈加清晰。这张报纸虽然发黄了，但是横悬在我心中，就像一颗恒星一样，永远闪烁着光芒。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去了，要不然程璧该担心了。腿好点了吗？要不要我让人送你？不用，我自己可以。保证不会告诉别人的。玉珠，如果遇到危险，你可以到这来找我，我会尽一切可能的帮助你。记住，来的时候和今天一样，在万宁路下车，从左边的小巷子穿过来，找罗老板。久啊，没多久啊。哎，你这是怎么了？哎，没事儿，走在路上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膝盖摔破了。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谁给你包扎的？是一个好心的路人。路人，是啊，他看到我摔倒了，就赶紧把我扶起来，然后什么呀？然后就把我带回了家。啊？你还去他家里了？是啊，他人可好了，又给我倒水，又帮我包扎伤口。真有那么好心的人？当然啦。那是因为小姐你命好，才能遇上好心人。那换成我啊，肯定没人理我。怎么会呢？他要是遇见你啊，肯定也会管你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好心人多啊。我发现你最近神神秘秘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有吗？有。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哎呀，我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好心人。这好心人，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男什么朋友啊？怎么了？你肚子疼了？饿。好，我给你做吃的去，我很快啊。啊！
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雨茹，有个紧急会议，你去记录一下。哎，诸位，今天我们党务调查科上海办事处真是蓬荜生辉啊！军委会的王长官、军部的刘长官，还有行营的方主任亲临指导，真是荣幸之至啊！下面我们有请军委会的王长官给咱们大家讲几句，大家欢迎。各位，总司令刚刚赢得中原大战，可这场胜利并没有让他高兴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井冈山朱毛赤匪越来越壮大，从最初几千人竟发展到40000之众，而且地盘也在不断的扩大，总司令寝食难安呐。所以消灭这股匪患是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参谋部制定了详细的围剿计划。考虑到这次行动是一场大规模多兵种的协同作战，需要情报部门予以配合，请各位根据我下面说的内容制定一份假情报，混淆视听，让这次围剿计划得以顺利的进行。下面我给诸位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就先不要记录了。首先，江西省主席兼第九陆军总指挥鲁迪平已经着手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总司令很可能会亲赴此地指挥督导。兵力部署方面，将会调动11个师，另3个旅，共计100000兵力，分别从樟树、武州、南昌、静安、高安、上皋及闽甘边地区发起进攻。部队番号是张辉站第18师、陆孝成新编第13师。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我没事啊。啊，我有一份文件忘了存档，双菊，你先走吧。我跟你一起回去。不用，我还要校对一遍呢。你先回去吧。哎呀，回去吧，走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我知道了。哦。火车，来，去哪？去湖北的万林路。好嘞。工作服是世上最自在的衣服，比恒生做的西服套装穿着舒服多了。雨卓，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有危险的时候才能来找你，是你们有危险了。
心碎。